有关恒大的三个普通人，过去一年里，唐贤所在的西南某片区已经开展了三次员工购房优惠活动。恒大员工购买恒大新房可以享受7折优惠，因此员工优惠购房开售时，热门房源甚至出现摇号场景。在疯抢氛围下，从认购到上交房屋全款的时间也被压缩到3至5天。为此，不少员工会向亲朋好友众筹，一起投资。因此，今年5月份得知丈夫有销售恒大财富理财产品的任务之后，吴丽没有丝毫迟疑。说实话，前面那么多全员营销铺垫，到现在也有点麻木了。